到，然后按下去，看到绿色的抛物线，绿色线，然后按这个放开，然后就会走到那边去，就是绿色指的地方，就会走到那边去。然后你只要画起来，就像你现在看到有一个黑色框框，没有五指嘛，然后画这个简介。怎么那么大？好，要移动一下摇杆，好，